杀你的就是你的同胞，就是池田，知道吗？池田，对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唐世豪跟你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你下的毒？为什么要杀他？对啊，他真快不行了。喂，清醒点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这照片在哪儿拍的？ 说详细一点！哎，什么叫？